因为他阿迪请我吃咸酥鸡，但是他拿到杏鲍菇给我。差距39232323几啊？没看到，7:46。把门打开，小伙子。长官，维伦下令严禁访客。把门打开。射他！他们在研究凯一根。测试将于2分钟后开始进行。他把头发剪掉是不是？好好把握这场测试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让我们独处一会儿。我们今晚就离开这里，亲爱的。很好，可以去找蒙斯克算账。别管蒙斯克，什么都别管了，我只在乎你和我。蒙斯克一天不死，就没有什么你和我。这个阿吉只想跟那个凯利根啪啪而已。我不能看着你为了报仇放弃一切。第二阶段测试启动中。我从来没放弃过你，莎拉，不准你放弃我们。万磁王。开始进行第二阶段测试。这个阿吉不为大局着想啊！啊，第一关。维勒安，你希望从实验里得到什么？我说过，我完全不记得变成刀锋女皇以后的事情。我们必须知道你的身体里还残留了多少虫族突变物质。感谢你的配合，凯利根。你都把跟你合作的人关在隔离室吗？等我们确定安全了，我会亲自打开隔离室的门。现在。你能使用心灵感应能力吗？你感觉到它了吗？你感觉到它了吗？这是工虫。你真的要我对虫族进行心灵控制？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所有的虫族样本都在安全控管之下。好，下一步，看你能不能命令工虫突变为孵化。可以哦。孵化所是虫族基地的核心建筑，它会散播虫胎，让其他虫族地位太小了能建造在虫胎上。孵化所也会孵化幼虫，能用来变形成工虫或其他虫族生物。幼虫变形后，孵化所会随时间孵化新的幼虫。看你能不能命令他。全部都进来啦。金矿不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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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矿不足。我根本就人口上限根本就不够。做得很好，凯利根，你能变形出更多工虫吗？我需要王虫才能继续孵化虫族。那就做吧，一只王虫应该没什么大不了。
金矿不足，金矿需要虫族可以利用王虫来产生更多的补给值。你目前的最大补给值以及目前真的是新手教学，会显示在画面的右上角。如果你的补给值不足，就无法变形单位。金矿不足，哇，这还升好速度。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很好，我原本计划到此为止，看来可以再进一步，试着让工虫突变为孵化池。哇哦，金矿不足。左键点选指令栏中的基础突变按钮。他们在做实验呢、啊。左键点选指令栏中的基础图。哎，这副官真的很吵哎、欸，不管我是玩人类还是玩虫族，他都很吵。金矿不足，孵化池能量孵化锁将陆变形为异化虫。哇！哇！感谢 Community 三等干爹订阅三个月。哎，你不是没有信用，没有台湾信用卡吗？孵化池已经完成。哇！你该不会特地去办了一个台湾信用卡吧？我在这上面看。干温哦。谢谢，卡利根。我想今天的实验就到此为止，你做得很好。假如你以为这样就做得很好，那我来让你开开眼界。我要孵出一些异化虫。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卡利根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要测试一下你的实验环境。金矿不足。Testing. 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Testing. 金矿。哇，不能按 F2 哎、欸！哇，我不能按 F2 哎、欸，超不习惯。住手！我没叫你变形出异化虫。这就是虫族最有意思的地方，维勒安，他们总是不会乖乖听话。实验终止，派哨兵机器人进去清除隔离室，封锁下层，启动机密器，任何东西都不准出去。等我摧毁你那台可爱的歼灭机，你就会明白虫族是无法操控的。需要更多的王虫。金矿不足。哨兵机器人正在消灭隔离草里的异化虫，我可以改变这个状况。需要更多的王虫。需要更多的王虫。需要更多的王虫。靠，这那么软哦！我还以为他很猛哎、欸。有其他虫族，回兰，你还真是不小心呢、啊。也许我该把他们也放出来。隔离失败，虫族样本脱离控制。疏散科学家，撤走所有人员。需要更多的。卡够卡的。可以利用一下，凯利根，这不是在玩游戏。是啊，这不是在玩游戏啊。也不是玩具。没有在跟你玩游戏啊。这个其实应该是不用打。快逃啊！该死！撤走那一层的所有人员。底层人员已全数撤离。这已经全面失控了。隔离门已关闭。自动化毒造毒吗？系统已启动。哎，扣血！毁那些炮台就打不开隔离门。
毒气在伤害我的异化虫，才几滴血而已。隔离门打开了，现在来摧毁歼灭机吧。嗯，这第一关而已。这里还有异化虫，好，现在归我指挥了。不够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这其实那个什么什么机器，那个本身也没什么战斗力的，超软。过了吗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卡里根。不，你还没有，我还被关在你的牢里。遭受攻击，歼灭机已启动。今天看可以过，可以过几关，总共27关的样子。在下层泛滥穷灾，算你运气好，没造成伤亡。卡里根，这不是运气好的关系。你现在应该了解虫族有多危险了吧？我会把他们送回去关好。很感谢你。如果你想上来的话，我现在就把门打开。下次你想表达意见的话，可以不要毁掉大半的设施吗？第一关本来就不会太难。